为着选举大车票争取最后选票时阵，其实真侪人关心的却是台湾经济问题。无论讲男人也好，还是女的也好，查甫也好，查某也好，我认为咧，咱的经济安定是台湾人最需要的。精心议员郑文杰是前南投县议长郑文栋的阿兄，过去伫南投县的政坛是相当有影响力的。伊虽然目前已经无关政治，但为着台湾的前途、南投的未来，伊认为伊必须讲出着实际状况。咱南投县的前途，尤其是南投县，甲缩小咱南投县，是毋是咱即摆拢讲观光？是毋是即摆的即个一行？是毋是咱的即摆？世界各国124国会使免签证啊，咱嘛会使行出去啊。20年前就前往大陆海南岛经商的郑文健表示，大陆是一个真大市场，尤其这波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，对着台湾的影响比较较小，就是因为对上大陆成长的力量。一旦两岸关系改变，台湾的处境将使人相当烦恼。就了讲事这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啊，都无啥。这若无台湾，这个经济要行出去，非常的困难。无论讲中国啊，世界拢总无法哩，甲人无不平。你敢若甲韩国，你都无法度啊，吼，甲日本也歹，各国拢真歹。郑文健指出，两岸关系紧张，台湾将行转去锁国的情形，加上民进党无情的态度，如果外人执政，恐惊受到真大冲击。可能是。无限期的空转啦，伊还佫研究啊，研究 X 化，还佫研究这石化公司啊，石化公司要变台湾公司啊，这是毋是个空转？啊，若空转的是3年5年，甚至无限期的，是毋是咱台湾人民要带去倒位啊去，要带位倒位啊去？所以我非常的担心，非常的担心。郑文健忧心表示，台湾未用你合日空转，因为照局势来研判，今年3-4月份就是后济上严重的时期。如果两岸关系搁再出现着问题，台湾一定会面临有史以来上严重的考验。南投新闻综合报道。